由于缅甸当地长期种植鸦片，毒品价廉，加之战乱影响经济，同时缅甸政府对吸毒人员的打击力度增大，两国吸毒人员跨境流动频繁，而两国居民同民族，语言相通，边境双方都有对方国家的吸毒人员存在。许多跑到中国镇康的缅甸吸毒人员没有亲人，没有吃，没有住处，找不到工作，有的还犯着毒瘾，每天面临生存、毒品、艾滋病的威胁。他们躲在山洞里、桥梁下及一些简陋的地方卧地而睡，经常受到饥饿、毒瘾发作及艾滋病感染的威胁。艾滋病亚洲区域项目在镇康开展跨境活动两年以来，在 HUB 项目区域技术支持小组及国家卫生部防艾中心的大力支持下，社区组织在镇康县与缅甸果敢县双侧为吸毒人员提供了减少伤害的综合服务。李光明46岁，1986年退伍后染毒，2008年依靠美沙酮戒除了20年毒瘾。他对缅甸吸毒人员的现状深有感触，因为他也曾经毒瘾发作，也没有钱吃饭。他决定成立云迪减少伤害网络组织下属镇康航标工作社，在当地政府及中澳项目的支持下，探索以社区跨境合作方式为跨境缅甸吸毒人员提供服务及关怀。活动内容包括为流浪中国缅甸吸毒人员提供长期食宿和临时性的工作，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以及转介美沙酮服务，同时积极在缅甸籍吸毒人员中宣传减少伤害相关知识，通过同伴教育培训解决缅甸籍吸毒人员生存问题，并降低毒品艾滋病所造成的危害。镇康县戒毒所支持900块空心砖修缮小组成员临时住所，县卫生局维修了小组成员经常出入的小路，县民政局为缅籍吸毒人员提供棉被30条，美沙酮门诊接受了缅籍人员服用美沙酮，县禁毒大队大队长义务担任小组的法律顾问。社会各界积极帮助，三个废品收购站、一个木材厂及多个工地及拆迁公司与小组建立了相对长期的雇佣劳动关系，
长期为生活困难的中缅吸毒人员提供了临时工作机会。社会及多部门所提供的实际所需帮助，让小组能持续为缅籍吸毒人员提供服务，奠定了坚实生活基础及社会基础。在航标小组的生活，让越来越多的缅甸吸毒人员逐渐脱离了毒品造成的心理伤害，学会了自食其力，社会也渐渐接受了他们。缅甸吸毒人员不再共用注射器，通过接受美沙酮治疗，部分人员成功戒毒，并带着赚到的钱回归到了缅甸家人的身边。为了能够服务及帮助更多边境双方的吸毒人员，小组通过中澳 HUT 项目与缅方社区安组织取得了联系。在镇康卫生局指导下，双边社区组织于2010年3月共同签署边境合作意向书，协议明确了在云南镇康与缅甸果敢社区合作开展跨境妨碍合作内容：一、定期双边会议互访；二、联合培训及活动；三、双边联合技术支持；四、双边共享宣传材料及干预数据；五、双边联合针对中缅吸毒人员联合调查及互相转诊等。以双边民间草根组织联合形式，成功探索出为跨境吸毒人员提供更加全面的综合服务。云迪云南减少伤害网络镇康航标工作社一年来为缅籍吸毒人员提供了艾滋病培训30次，协助边境双方艾滋病防治座谈会8次，成功转介137名缅籍吸毒人员进行美沙酮维持治疗，为249名缅籍吸毒人员提供了针具交换服务等，累计为无家可归的125人提供过食宿，为220名中缅吸毒人员提供短期就业机会，让他们找到了安全感、幸福感，降低了他们面临生存、毒品及艾滋病的威胁。小组创建为跨境吸毒人员提供降低危害综合性服务的典范，成为第一个为跨境吸毒人员提供生活帮助的民间草根组织，第一个为缅籍吸毒人员提供转介美沙酮服务的社区组织，
首个跨境与国外防艾草根组织进行跨境合作交流的社区组织。这一切得益于多部门，特别是当地卫生局的支持，小组负责人的公民意识，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希望小组未来克服更多困难，走得更远。Thank you.
我觉得好听。